狙击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狙击棒，你接上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狙击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绝永恒。欢迎回到宇宙杯半决赛的比赛现场，精彩万分的宇宙杯已进入最后阶段。首先要恭喜我们的东道主小虎队成功夺下宇宙杯总决赛参赛资格。未来的太阳之子签名照要不要了解一下呀？宇宙杯结束后，我将成为真正的太阳之子，那时候我的签名没那么容易拿到手喽，大家快来哦。哎呀哎呀，坐好。哎，让我们把目光移回场上，即将为大家带来本届宇宙杯半决赛的另一场比赛。到底与小虎队会师决赛的是哪一支队伍呢？是一路以黑马的姿态杀入半决赛的深渊队，还是上届冠军永恒队呢？让我们有请站在顶峰的男人，太阳之子巴雷特和他的永恒队当场。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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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巴雷特，这一届太阳之子还是你的，巴雷特最强。接下来有请本届最神秘的深渊队登场。深渊队。能请到乔贝利真是太幸运了，我的俱乐部将会在宇宙杯打响名号，飞黄腾达的日子就不远了。教练，你觉得这场比赛谁会赢啊？永恒队作为上届冠军，实力毋庸置疑。不过获得元灵之心力量的乔贝利实力深不见底，鹿死谁手，不到最后还很难说呀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。巴雷特，太阳之子必胜，加油！好好享受这最后的荣耀吧，因为这场比赛过后，他就是我的了。在我面前，有这天真想法的人可不止你一个。请双方选手准备。用元灵打球的时代已经过去，我将击败你，开创绝境球的新篇章。虽说这只是永恒队用来试探对方的一击，但威力也不小啊！乔贝利居然这么轻描淡写就破解了，有点本事，再来接接我这招！哎，猛虎下山！啊！哎！嘿，猛虎追击！嘿，嘿，啪！嘿，出现了巴雷特的猛虎追击，以连续不断的进攻，给予对手如饿虎扑食般的进攻。以快速进攻的方式，让对手一点反击的机会都没有。太阳之子，加油啊！嘿，嘿。嘿呀！嘿呀！
居然还有两个这么强的防御手，他们三个人的默契简直就像同一个人的思想一样。嘿嘿嘿呀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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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好强啊，无论是对于队友状态的判断，还是反击的力量和时机，都算得恰到好处。乔贝利，你到底还藏着多少实力呀？真叫人惊喜啊，来吧，让我痛快的大战一场。队长。哎哎呀，啊，这难道是虎鹤双形？哎哎哎哟啊啊嘿嘿啊耶耶啊，不愧是永恒队的无敌战士，一出手就获得了成效。哎，你也逃不了。哎哈哎这才是永恒队的真正实力啊。虎鹤双形并不是单纯看上去的两面夹击这么简单。巴雷特和麦林借助虎为攻、鹤为辅的模式，以暴雨般的进攻将对手一步步逼向绝路，就算是全盛时期的我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。真是厉害，当时在小组赛时和我们的一战，永恒队根本就没有用尽全力。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该准备动真格的了吧？如果你只有目前这个程度，还不值得我认真起来。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使出真本事？好可怕，他们还是人吗？呀，好吧，你是第一个让我使出这一招的人。哇，龙形是巴雷特的终极大招，龙形。什么？哇，看来乔贝利选手打算把这招接下来。哼，你太狂妄了，龙形。哇！永恒队必胜！永恒队必胜！巴雷特，你是最强的。果然还是巴雷特强，不愧是太阳之子。教练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队长？乔贝利。这怎么可能？乔贝利接下来巴雷特的终极大招龙形，而且他是故意的。什么？乔贝利特意挨那么一下，就是为了亲身测试巴雷特的球到底有多大威力。居然有点痛的，不愧是当今的太阳之子。我应该对你的表现有所回馈，以表示我的敬意。
再见。深渊队3-2获胜。真是令人意外的结果，由乔贝利所率领的深渊队继续扮演着黑马本色，将卫冕冠军永恒队打败。换言之，接下来和我们东道主小虎队争夺冠军的队伍是深渊队。乔贝利，我一定会在总决赛打败你的。时间只剩下半个月，老实说，以我们小虎队现在的实力也撑不过3分钟。教练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教练，总不能还没比赛就先放弃吧。冯老师，去找冯老师，他肯定有办法的。猪猪侠，我们和乔贝利的差距根本就不是用训练就能弥补的。对了，我想起圣域有个叫试炼之路的地方，相传只要通过那里的考验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。试炼之路，那我们赶快行动吧。大家冷静一点，就算有这么一个试炼的地方，可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回去呀。这是我发明的园林通讯仪，以后你们需要帮忙的话就用它来联系我。好的。不对呀，谁说我们回不去了？你有办法？大家跟我来。我的老药啊。难道你们第一次也是这么进来的吗？猪猪侠哥哥，我们来帮你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即使就要离开我的家，进不了，挡不住，好奇的心一片片发芽。别害怕。